自己帮自己加薪，深贵情侣诈鸿海842万薪水，竟然有情侣档在鸿海集团诈领薪水，要多少自己填。台北一名黄姓女子，2012年到鸿海旗下的世达发担任人资，隔年她男友也进入公司当约聘人员，之后因世达发要解散，将女子转调同集团的三创公司，但世达发清算发现女子经伪造薪资明细等，擅自帮两人加薪，就连她到了三创，男友没做了，两人还继续领世达发薪水。三创追查后也发现她诈领薪水，而男友每到三创也有奖金领，两人在两公司共诈领842万元，世达发因此怒告两人诈欺，两间公司也分别对两人提告求偿。女子辩称是经过上司指示，将款项汇入个人账户，用来发工读生薪资。男友则辩称都不知情，但法官查出两人在另一家公司任职时就这样干过而被开除，不采信他们说法，依诈欺等罪将两人判刑。民事部分，两人也需吐还共842万元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